Photo star 追星啊，Bollywood inspired booming Indian domestic tourism 啊，宝莱坞啊，有助于啊这个引发印度国内观光旅游啊这个大兴盛啊 ，Film location encourage new visitors 啊，拍电影的地方啊可以什么？可以刺激啊，可以鼓舞啊新的这一个访客啊，这个我们叫做。印度软实力宝莱坞追星提升观光啊，电影观光经济学方面啊。According to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domestic tourism trips taken annually by Indians, taken 左边两个字点啊 ，grew almost eightfold between 2000 and 2016 to 1.5 billion 啊。根据印度政府的这一个报告啊，这个由印度人。每一年啊所从事的啊印度人每一年啊所参与的进行的啊这个国内啊观光旅游的数量啊在2000到2017年当中成长几乎八倍到有16亿5000万人次啊A measurable or significant chunk of that is due to Bollywood. 那在整个17年当中增加八倍达到16亿5000万人次的这个所谓的印度国内观光旅游。干嘛其中 a measurable or significant chunk of that, 这个数字当中一个无法估量但是很重大的一个部分，什么？就是归因于什么？巴黎沃啊。A for instance, stepwell in Delhi, a featured in PK, 啊 ，another of Mr. Khan's films, is thronged with selfie-takers, as is another century-old stepwell in Rajasthan, 啊，看到没有？啊，他说在德里的。一座14世纪所盖的梯井飘过去干嘛塞满了拍自拍照的人 is thronged with selfie takers as is another century old stairwell in Rajasthan 然后呢另一座也是好几百年之老的在拉加斯坦邦的梯井也一样也是一样塞爆的拍自拍照的人而且回去看啊一开始说在德里的这一个600年前的这一个梯井干嘛 as featured in PK 就是在 PK 这部电影怎么办凸显的把它当成特色的这个井什么叫 PK 两个字很重要这个是阿兰汉另外一部怎么办电影因为那个三个傻瓜的那个男主角吧他很有名的后来怎么办又拍了其他的片子是吧 Overs in Rajasthan and Goa have far more interested visitors because of their role in films 然后呢在印度 Rajasthan还有 Goa 很有名这个印度的 Goa 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带为什么 Goa 很有名就整个印度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不是英国殖民地就是 Goa 为什么因为它是葡萄牙的是吧它是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大航海谁是前辈葡萄牙知道吗葡萄牙在印度的一个基地就是果阿果阿到直到印度独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还是吧后来才逼的在拉加斯坦跟果阿的这一个老旧的城堡老旧的碉堡因为什么呢 Because they have role in film 因为他们在电影里面的角色电影里面的功用干嘛有更多的这个访客
even locations outside India are benefiting, say Jay Kantawala, who runs Wiyo Travel, an upmarket travel agency in Mumbai. 有一个人叫 Jay Kantawala， 他就说了，说什么？说即使是印度以外的，也就是外国的这个场地外国的地方，也就是拍印度电影，可是不在印度拍我们刚刚讲三个傻瓜，那么他应该拍什么？拍这个潘功夫，还有拍这个十四世纪的这个梯井，干嘛？就让什么？让印度国内观光旅游怎么办？兴盛可是我们的印度电影呢，也有在国外拍，那在国外拍怎么办？那个我们拍的地方干嘛？也得到好处谁讲的？这个人讲，还有谁？他就是Wiyo Travel 的老板他这个经营 Wiyo Travel， Wiyo Travel 原来是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一家什么？这是一家在印度孟买的高档消费的旅行社Budapest is a particular favorite thanks to I have given my heart away darling and when Harry met Sejal come on two romances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干嘛？就是特别人家所偏爱的地方归因于什么就是全世界观光客都特别喜欢到布达佩斯，为什么？归因于什么 ？Thanks to 多亏拜什么什么之事多亏有什么？多亏有这两部印度影片嘛。I have given my heart away, darling。后面跟你解释什么骗子你看嘛 ，film throughout the Gujarat or Rajasthan border region in relation to Budapest， 看到没有？这部电影在印度语里面叫做Home the dead to get some love 看到没有？那在国外怎么办 ？See straight from my heart 这个英文怎么办发行的看到没有？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外怎么办？还在印度的古加拉特、拉加斯坦的交界地方拍摄第一部，第二部 When Harry Met Sejal 就是因为这两部片子。第二部怎样Jab Harry Met Sejal filmed in Prague and continued in Amsterdam and Budapest 他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然后什么拍摄，持续就在这一个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拍摄，看到没有？所以这两部怎么办？都有布达佩斯所以布达佩斯怎么办？也因为怎么办？印度巴厘岛电影在那边拍归功于这两部电影，而让很多人到布达佩斯去On the more likely destination is a 45-year-old plane wreck in Iceland.Which was featured in Dilwale, leading it as the big-hearted, a romantic action movie that came out in 2015. 那呢，有一个比较不可能的就比较不可能的这一种观光旅游目的地观光旅游地的之一比较不可能去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印度的巴厘岛的片本来应该是比较不可能去的，但是有一个什么，就是冰岛已经有45年之久的飞机坠毁的现场就是已经发生45年的一个飞机坠毁的现场那怎么办？这个应该是没有人要去的一个地点这个怎么？结果反而有人去为什么人去？会是 featured in Dilwale这个地点呢吧在这一个印度的宝莱坞的电影里面呢吧把它凸显出来的这部电影是什么电影？是一部什么？是一部的既有爱情的又有这个动作的这是2015年放映的这个是文艺爱情动作片，你看那种片
The monitor is hardly what filmmakers set out to do. 啊，他说，促进观光啊，根本就不是啊拍电影的人啊这个一开始啊想定的事情，一开始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的啊。但是啊，印度的 State Rich Board have gotten onto the benefit of their landscapes and buildings appearing on screens 啊。但是什么？但是印度的啊，这个官方的啊，这个观光局啊，观光局。还要注意啊，印度是联邦政府，知道吗？啊，请问一下哈，美国也是联邦政府啊？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过美国联邦政府打请到美国观光的广告？没有哎，我没看过啊。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是加州州政府观光局的观光广告，我看到的是夏威夷州州政府打这个观光广告，啊，懂了没有？印度也是一样，好了没有啊？所以什么？这就是各邦，但是印度各邦观光局干嘛？哎呦，已经搞懂了，看到没有 ？Have gotten onto 小瓜 ，begin to understand 已经搞懂什么 ？The benefit of landscapes and buildings appearing on screen, appearing which appears 我讲过，现在分词片语等于一个可以代替一个主动式关系词性了啊。现在印度各个邦的观光局啊，干嘛啊？已经开始了解了嘛？应该的啊，他们各邦的这一个地景、景色啊 ，appearing on screen 后面什么？出现在荧幕上，出现在电影荧幕上的这个啊景观，还有建筑物的好处了啊。In reading or feeling in new spots, directors including spectators like permits and security to be sorted out.Smoothly 啊，好了，导演啊，看到吗？哎 ，in rhythm for feeling in new spots 啊 ，including expect things， 导演越来越期盼，期盼什么？像 permit， 这个不能念 permit 啊，是名词啊，啊，就是许可证啊，说哎，我申请到这一个。啊，到某个邦啊，某个古迹或是某一个景点啊，拍电影啊，干嘛？我要有什么？有许可证呢？啊，就像那个 Lucy 来台北的那个中山区那个金华酒店拍，还有附近的街道封锁，这样他得到准许嘛？啊，这拍片的导演怎么办呢？他越来越希望什么？就像说，哎，如果你像希望我到 new spot 拍电影，希望我到这个新的地点拍电影，你要怎么样？给我一些回报啊？什么回报？比如说 things to be sorted out smoothly 啊，有一些事情的话怎么办？你要很顺利的给我解决嘛。像什么事情？比如说拍摄许可证啊，还有什么 security 啊？你要保护我们的安全等等的，啊，你不要什么土匪强盗啊，对吧？啊，我们希望怎么办？做一个回报，对不对啊 ？Airlines, another of India's fast-growing industries, promote new routes by reference to film shot nearby. Shot 过去分词啊。那航空公司，也就是印度啊，成长最快速的这个产业啊，另外一个产业干嘛？啊，看看它是透过提及啊，这个在这个航线附近所拍摄的影片，干嘛来 promoting routes 来促销这一个新的航线，新的航线啊。There are downsides 啊，可是也有缺点呐，啊，缺点啊。这个缺点就是说，如果本来一个没有人去的。很漂亮、很干净的地方，啊，因为电影很卖座，结果很多人都去了，干嘛？就开始怎么办？开始脏乱了，是不是啊？还有缺点呢，在潘公湖附近，
观光客的丢弃的垃圾，观光客丢弃的废弃物，现在开始好吧？污染印度河的水源，污染印度河的这一个上游，上游。The flow of traffic and cars which travel up to the lake's edge may be damaging a delicate and near pristine habitat. 这个车流、人流这个交通的这个流量，还有呢，还有一路走走走走，一路往上走到潘公湖湖畔的这些汽车，很可能，对吧？正在毁坏delicate 有多意思精致，可是并不是 delicate 就是 easy to break, fragile 很容易就破掉很容易就坏掉Maybe they make a delicate and near pristine 也许怎么办？正在破坏的怎么办？很容易就被破坏掉的。几乎怎么办？几乎是没有污染的，看到没有？小郭也没有解释嘛。They made it in a pure state without human operations. 几乎是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栖息地 habitat. Perhaps next film set there. Set 就是过去分词。也许下一步在那边拍外景的影片你看我怎么翻译不懂的会告诉你也许下一步在这个潘公湖拍外景的影片 might contain a little encouragement not to let the area 也许怎么办也许里面怎么办要带有一点点的这一个鼓励或者是一些刺激提醒大家怎么办Not the red area 不要破坏这个地区。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下一部电影还要在潘公湖这边拍外景的话，干嘛？你最好怎么办？在里面怎么办？带有一点让这个看到这一部电影的人想要到潘公湖来玩的人怎么办？注意，你不要怎么办？破坏这个地方。